今天怎么玩？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你又不是能行啊。我若赢了，在你光头上打三下。真的？真的。打我三下光头啊？你做梦吧。那你输了咋办？我输了啊。我输了，你在我头上打三下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来过宫炮。过宫炮，那我上马。来，请兵制马。我出军。来，我上马。我走个鞭炮。走个鞭炮。来，我上个鞭马。禁足。禁足。嗯。来，我平炮，兵底炮。兵底炮，来，我冲。嗨嗨，干的都敢冲啊！哎呀。吃兵。吃兵，来，我上校。叫个兵马。跳个鞭马，我先亮局嘛，哎，我管都不管你。熊和局。哟，又是熊和局啊。嗯。我跟你对，你还熊和局，你给我再给我熊一个。平局。平局吃我炮，我上个士能吃上吗？上个士呀。跳吧！又和打我局啊！平局，进兵，进兵，我退炮，嘿嘿，你进来进去，根本不管你。是，看我的惊天大妙手，平炮打局，哪里逃？我上个马。哦，还不逃？哟呵，这招走的怪，还不逃？我进局啊！平局。嗯，平局砍住了，兵都不让我吃。哎呀，我先出局，哎，让你走。拱卒。拱卒，来，我退马，你给我拱。嗯，平炮，平炮，来，我就进局，准备捉死你的马。嗯，兵兵你吃，别兵吃了，上马登双，嘿嘿，怎么咋的？咋办？哟呵，又打我局还来，我进炮，哎，能让你打吗？能让你打吗？拱卒，拱卒，来，我再吃那炮，嘿嘿，怎么办？加个中炮。哟呵，还又看住了。嗯。哎呀，来。我就先吃一个再说，吃一个死马再说。平局。平局，哟，我的炮还不能走啊！哎呀，一走炮还打我局，哎，这怎么办呢？来，哎呀呀，回马砍住马，对不对啊？能咋地啊？哎呀，我这今天大妙手特别多。进兵。进兵攻我马，下不这一拱还叫将？你想多了吧？来，平卒。平卒，早就给你想好了。哎，一卒，你还要叫杀我？可能吧？不可能。平局，你看，来退局能倒下来吗？再平局，走吧。哎呦，三把手啊！哎呀，算你牛，
比那牛我也要牛。来试试啊，才能主要等你跑。平均。平均。如果把这个日吃，我日吃，都是我。哎呀，我生怕保住呢。哼哼，住了。我一招接着一招。上马。上马，来，我记住了我。哎，再上马。再上马，我再配炮，单双炮宝马，日主，那看你怎么办？哎，来，我平局吧。对呀、啊，我就不相信你不足啊！吃我炮，这比占便宜啊！来，就那么好的事吗？你吃我炮，我就吃你这个马，嘿嘿。都给我吃了，来，我吃你这个马怎么办？去给你再吃，再给你踩了怎么办？进去，进去，上马，看住上，哼哼哼，哼哼哼，进中兵，进中兵。踩了吗进中兵，哎，上市，我再回这个马，再看准事，哎，我的招法特别多，是你吃，是给我吃了，你以为我或者踩你，或者是你，我根本不管你，哎，来，直进二。来，我就跟你换。你现在捉兵炮，我捉马炮，哪个你还？老将出来。老将出来，来，我看住的事，你再给我出一下，我看。退军。退军下不是要吃我马，是不是？吃我马，来，我先吃你的卒。哼，吃我马，我先吃你卒嘛。来平局。哎呀，马不能救了，马这叫将军吃尽了，这平顶官救啥呀这？哎呀，来，我先吃你卒吧，不要了。那我吃你马。吃我马，来，出来，嘿嘿。进兵，还想打我的光头啊？你这棋最多能和了吗？再进兵，再进兵，来上射，再进，再进，来，我再吃，一直吃死你，嘿嘿，你进。炮，我还打用炮，秦军，看住了，看住，来，我先吃个射伤再说，再冲，我先吃个射伤再说，嘿嘿，将军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这能干啥？能干啥？进去了。进军。进军。进军。那是不要了吗？哎，我再吃这个饼。哎。将军。来，我就不有事。出去了。皮炮。滚！你敢不敢滚过来？平军。对呀、啊，你敢滚这个兵，我日将这再日将，把全给你打了我。哎。
哎，算你看得明白。张兄，来，老姜进来。来，进去有用吗？小猪，陛下，必须啊！给你个点厉害。进去。来，进去了。退军。我飞笑。平居战中。哎，来，下不就出招？哎，怎么办？平松。来看谁的快。看谁的快。进炮。逼给你吃。上校。进炮。搞死你。将军。进来。进去了。平松。打你狙啊，吃你炮，怎么办？退炮。哟呵，我再退炮。哎呀，将军，来，我下来。下去了。拱卒，进炮。来，退军。吃你兵啊！能干啥？平狙，平炮，将军，电炮，哎，退狙，我再生炮，哈哈，绝杀无解，走啊，来，干嘛呢还？